我们在等什么啊？我们在等流星啊。哦，爸爸，你是不是要许愿啊？爸爸给你讲一个故事听好不好？好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男孩，他的母亲生病了。他听人家说，在一个山洞里面，有一个叫做流星花园的地方。只要在那个花园里面看到流星，并许了愿，那你许下的愿望就一定都会实现。后来那个小男孩，他就在那个山里面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他找了几天几夜，怎么都找不到那个地方。后来他就晕倒了。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当他醒过来之后呢，他发现他躺在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里，然后有一个天使姐姐对她微笑着说，我们被你的真心打动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。彤彤，其实能不能对着流星许愿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以真待人，以诚处事。这样我们许下的愿望就一定会实现，知道吗？我快流星，爸爸，你快看流星。我希望妈妈快点回来。彤，你在哪里？你能看到流星吗？经过公司全体员工近两个月的潜心研发，这所可容纳5000名老人的养老院，拥有超过3000亩的生态森林和国内最先进的电子医疗设备，还有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和服务团队，为院内的老人提供一个初步调查，女士的体貌特征和怀孕的程度都和你们要找的人很相似，但是尸体已经严重腐烂，从面部上根本无法确认，看看你们能否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辨认，如果不行只能等 DNA 的检验结果了，你们最好有点心理准备。
哥，要不我去吧。我求求你，别这样对我好吗？我不相信你不是吴桐。彤彤乖哦，乖彤彤，你看，哎，阿姨给拿大汽车来了，你看你不喜欢大汽车吗？好不好，彤彤？仲谋，你总这样子不行啊！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彤彤，为我们大家想一想。都是我不好，害得你们夫妻不能在一起。是我让彤彤没有了妈妈，老天爷在惩罚我。为什么那个死的人不是我？不管吴桐是生是死，他那么爱你，要是他知道你这样折磨自己，他一定会很难过。仲谋啊，吴桐肯定不愿意看到你这样受苦，你别这样子好不好？张警官，好，我就知道吴桐不会就这么离开我。哥，你的意思是 DNA 结果出来了，那个人不是他？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刻骨铭心，永生难忘。你就是在这里和我分手的。一直有一句话我想问你，如果吴桐没有出现的话，你会爱上我吗？有他的消息了吗？如果找不到他的话，你打算以后怎么办？只要我活着，我就会一直找下去。你真的很爱他？如果我还能牵起他的手，我绝不会放开，一辈子都不放开。我一直希望能够成为那个被你认可的伴侣，可惜我没有这个福分。看看这个吧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
你在哪里找到他的？我现在是留守儿童基金会的形象大使，这些照片是从偏远山区寄过来的。我调查过了，他现在在这家留守儿童学校当义工，照片背面有他的地址。跟这些孩子在一起，无论有多么的不开心都会忘掉，可能他留在那里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。你拒绝了我的爱，可是我却不能停止爱你。虽然我此生不能拥有你的爱，可是我也不希望看到你不幸福。仲茂，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幸福好吗？谢谢你。真要一个人去吗？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忙，至少我可以在身边照顾你。建东，如果你再这么婆婆妈妈下去，我想你真的要去非洲上班了。朱某啊，统统有我们照顾，你就放心吧，早点回来。把我的儿媳妇带回来。我们想针对留守儿童做一个助学基金，所以我特别来这边实地考察。这段时间就要麻烦校长你多多照顾了。好，你太客气了，这是个大好事啊。难得能有你和吴小姐这样的人来关注这些孩子，说句心里话，我真的应该替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好好谢谢你们。那个吴小姐是？我们这儿是个留守学校，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大部分都在城里打工，所以平常能够陪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啊，几乎是少得可怜，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已经产生了自卑的心理。自从吴小姐来了以后，给了这些孩子们很大的关爱，而且还定期给他们进行心理上的疏导。现在这些孩子比过去开朗多了，坦诚地讲，我真是从心底里边感谢你们这些好心人呢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想我们都应该向那位吴小姐多多的学习才是。只是我们这儿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。本来我们想给她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住，毕竟她怀孕了。可她坚持要住在学校简陋的校舍里，而且她还在里面拓展了一个室外学习的地方，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，叫做流星花园。孩子们呢，都特别喜欢跟他待在那儿，因为在那儿啊，这些孩子可以向吴小姐说出自己心里的愿望。能请您带我去看看那个花园吗？好啊，来来来，请。这是我们这儿新开辟的一个户外学习场所，挺有意思的。你看，流星花园是一个造梦的工厂，小男孩的妈妈终于得救了。天使告诉小男孩，
天上的流星呢，是他抛下的许愿石。去看看，只要对着流星许愿，这些愿望就都会实现的。小男孩问天使，问自己该怎么报答他呀。天使笑着说，不要让这个世界改变你的笑容，要让你的笑容去改变这个世界。吴老师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使吗？当然有啊，天使就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呢都是被天使保护的人。吴老师，我们也要用笑容去改变这个世界，对吗？对呀，不光要用笑容改变世界，还要变成一个有梦想的人。下面呢，你们就把自己的梦想写在这些卡片上，每天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，这些愿望就一定会实现，而且你们也都会变成天使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我能要一张卡片写下自己的愿望吗？小朋友们，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，解散吧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们不是都两清了吗？对不起。干嘛说对不起？你本来就没有错。回去吧，回到你自己的世界中，这里不属于你。我只想一个人安静的生活。知不知道你拍拍屁股一走了之，我有多着急啊！美玲，对不起啊。你快告诉我，你现在好不好？你在哪儿啊？我，你还记得五年前的那个星星小学吗？那种梦，他找到了我。我现在心里真的好乱好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呀，还能怎么办啊？你赶紧跟他回来啊！可是我真的怕他又像以前一样，我真的再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了。彤啊，李仲谋他确实是真心爱你的，赶紧回来吧。就算不为了李仲谋，你该为了彤彤着想啊。美玲，你再让我好好想想吧。我先不说了，保重自己。我，彤，彤，你这个干妈想气死我。我希望我心爱的女人能够原谅我的过错，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让我用我的一生来弥补。嗨，
Tong， 我在想，你刚才在那么多的愿望里面找到了我的那一张，是不是证明我们缘分未尽？你当我是什么？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宠物吗？喜欢我的时候可以让我陪在你身边，不喜欢我了，就把我无情的抛弃。我再也不是那个天真无知、逆来顺受的小女孩了。是，我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了。我曾经是深深的爱过你，可我现在不爱了，所以，请你不要试图挽回。回去吧，我们之间缘尽了。都说缘分是天注定，那我们就把决定权交给老天。你告诉孩子们，流星是天使的许愿石，只要诚心的许愿，愿望就一定会实现，对吗？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如果在午夜之前有流星划过，就实现我的愿望；如果没有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再打扰你。流星，小姐，上车吗？哦。我帮你拿，谢谢啊。吴桐，等等我。小姐，上车了，赶紧的，走了。吴桐，
厉总和吴小姐回来了，快快快，来给我。砰砰砰砰砰！妈，哎呦，哎呀，回来了，彤彤，快去，吴小姐回来了，吴小姐回来了。妈妈，你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妈妈也好想彤彤啊。伯母，对不起，让您担心了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啊，妈，爸，我回来了。妈妈，你的肚子怎么变大了？彤彤，你不是想要个妹妹吗？她在妈妈的肚子里啊，高不高兴啊？高兴。那彤彤跟妹妹说几句话好不好啊？好。来，妹妹，你什么时候出来啊？我带你去游乐园玩。小彤，首先我欢迎你回来，其次呢，我想向你道歉，以前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，希望你不要恨我。妈，您别这么说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老惹您生气。您放心吧，从今以后啊，我会好好的孝敬您和爸爸。吴桐，对不起，作为你的朋友，我辜负了你的信任。作为亲人，我让你和我哥经历那么多痛苦，我很愧疚。湘君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最亲的家人。我谢谢你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站在我身边，在我最颓废的时候鼓励我站起来。哥，你和嫂子终于和好了。哎呀，好，太好了。英嫂，咱们去做饭吧。哎，好，我们去做晚饭，大家一起吃个团圆饭。来来来，慢点啊。哎，来，好好好。哎，慢点慢点，坐好啊。行，没事儿的。咱们吃团圆饭了。哎呦，走走走。小彤，妈妈，吴彤，哎呀，这是吴彤，赶紧送医院呐，快打电话。哎呀，啊啊，好好好好，陈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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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厉夫人的子宫内壁上长了一颗肿瘤，目前已经有5公分了，而且还会随着胎儿的发育不断增大。目前最妥善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切除肿瘤，否则一旦生产的时候，胎儿和肿瘤一同挤压子宫，就会发生大出血，夫人就会有危险。但是如果切除肿瘤，孩子肯定保不住了。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曾经有一个海外的案例，在胎儿出生的同时，在1分钟之内切除肿瘤，这样夫人可能还会有救，但是这么做风险实在太大了。那成功的几率有多少？1/1000。李总，我们几位可以说是全国妇产科的权威了，我们建议您还是忍痛舍弃这个孩子吧。是啊，李总，越早做手术对夫人越好，否则随着孩子长大不断挤压肿瘤，万一大出血，夫人的生命随时可能会发生危险。我知道了。
我不能打掉这个孩子。钟某，童，这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也会跟你一样难过的。可你要知道，你现在的身体不适合生下他。我可以的，我真的可以的，我真的可以生下他的，我求求你，童，听话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童童，你不一定非要把他生下来。周某，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，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。你摸摸他，他都可以在我肚子里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天都能感觉到他的心脏在努力的跳动。你让我怎么把他拿掉？我求求你，周末。在我心里，你比他要重要100倍。我不允许你受到任何伤害。它是我们爱情的见证，是我们生命的延续。钟某，我爱你，我能做的就是生下我们的孩子。我求求你，让我生下他吧。李先生，您决定了吗？魏家，从父，家人从父，一切还是由仲某来定吧。我答应你，我知道，如果要你拿掉这个孩子，
你的心会比你的身体更难过。你一直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，只要坚持，那未来就一定会更美好，对吧？周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我愿意跟你一起相信，我们一起去面对未来的生活。懂，我这辈子还欠你一样东西。下辈子不知道还会不会在一起，所以我现在就要还给你。梧桐，梧桐。彤彤，别跑了，一身汗。来来来，快过来，奶奶给你擦擦啊。哎呦，你看看你啊！来来来，给他喝点饮料啊。喝点水啊，乖。嗯，真乖，来喝点水。哎呦，宝贝儿。哦。好好好，宝贝乖。来，去玩吧。彤彤，快过来。来，我们去找爸爸啊。啊，好。爸爸。长得和梧桐真像。爸爸，我要抱抱妹妹。妹妹现在还小，长大了以后给你抱，好不好？来，亲她一下。嗯啊。哥，我们过去吧。嗯，走。哎呀，志宁啊，要是没有梧桐的话，我们哪有今天这个家呀？啊！只可惜啊，我们没有早一点理解这孩子的心意。嗯，妈。一切都还不算太晚。彤彤，妈妈。妈妈。回去回去。妈妈。妈妈。哎呀，你快点儿，大家都在等妈妈。好的，我们走了。好了，快点儿，怎么这么晚才来呀？啊？哎呀，妈，快坐下歇歇。让你。我们去买面包了。爸，来，哎呦，这么多花花，乖乖，乖，好了，快点，来，快来快来，大家喝酒啊！哎，一、二、三，不同，你放弃飞翔的倔强，不同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。不同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，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，多闪耀。雨撞碎在我胸口，冷风耳边狂吼，夕阳都坠落。仿佛墨镜头蔓延灰暗的云朵，遮挡天高海阔，但却不退缩。
我说，先把伤痛都感受，才懂得什么是勇敢，把黑暗都闯过，才会看到辽阔。不痛，逆风去飞翔的倔强，不痛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。不痛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，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，多闪耀。在身后大步地向前走，当我抬起头，满天星在闪烁，开满鲜花的王国还在为我等候，困惑挣脱会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，只有征服了脆弱，才懂得什么是勇敢，把黑暗都闯过，才会看到辽阔。不痛，逆风去飞翔的倔强，不痛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。不痛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，不痛，信仰在心底做炙热。